常我供应链供应好好的，你也没有打电话来感谢啊。那为什么现在要打电话来抱怨？还有小钱给你啊。对，他就是希望要有一点精神上面的支持。OK，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，我们不是推动无锡州，我也不是推动台湾变成美国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观念从哪里来的？大家听到。